请看我的分析。好了，请看我的分析，他还记不记得汤老师说过了？我们希望啊，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去切它改成 x， 区分某一项，是不是把这三个动作一步完成，就一次性完成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应该有啊，把切它改成 x， 对角相乘啊，然后在这一项啊，说了我写，切它改成 x，fx，gpx。懂不懂啊？这个跟这个乘减 F A G G G P X 吧。下面这两个对角乘，这两个一项啊，一项大家知道是不是要改变符号了？应该减什么 ？F A P X G B 啊，懂不懂啊？下面应该是加吧，加 F A P X。gx 等于零，是不是？现在汤老师就告诉你，你再干一件事就成功。啥啥说，是不是搞个导数出去吧？不要烙印啊，这个地方是不要烙印的。你们眼睛观察，看看就出来了。看看第一项和第四项吧。你有没有发现第一项跟第四项可以一起还原？谁啊？fxgx 对吧？大家再告诉我这一项这一项都单独还原，因为其中一个常数啊。你告诉我减什么？告诉我 fa 什么 gx。 大家再告诉我减什么 fx， 还有谁 gb， 成了吧？好，下面我就动手开始证明了。令phi x 是 fx gx 减去 fa gx 减去 fx gb。 大家想这种题目如果没有定的套路，是不是这种复算是你根本想不到的？你不可能想到，必须有套路对付它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想问大家的是 phi a 是谁，能告诉我吗？你不能说是零。大家看看 ，φa 的话是第一项跟第二项是抵消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负的什么 ？fagb。大家再来看看 φab，φab 是不是 x 用 b 去换？有没有发现第一项跟第三项怎么抵消了？实际上就是负的 fa。GB， 哎，对了，说对了，相等是不是？因为 phi a 是等于 phi b， 那等于多少无所谓了，所以存在切它位于 a b 的内部，使得 phi e p 切它等于几？零。大家告诉我，下面我不做了吧？下面你告诉我干两件事。第一件是不是切导数？第二件是把切导怎么带进去等于几？零，是不是整理一下结论就出来了？我不做了啊！大家这个心懂了没有？懂了没有？懂了以后，下面就来干心三、心四。大家看到心四是什么了？叫双中子。心思我们把它称为叫双中子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结论当中至少有几个中子，至少有两个中子，听懂了没有？像这一种题目我就讲两种开始，大家听好了。第一种开始，结论当中仅有 FAP 切的 FAP 的，就是要我们证明的结论当中关于中子的就这两个 F 的一撇切了 F 一撇的，其他是什么全常数，懂了我的意思没有？遇到这种情况之下，汤老师跟你说一句话，你们听好了，你就干两件事，你只要拿到这种题目，你不要去三心二意的，你拿的时候干两件事，
第一件事啊，给我早三点。第二件事啊，请你两次什么？哪个男人？有没有看到方法要积累啊？好了，我来讲题。请大家看例题一 ，f(x) 是属于 CAB 的 ，C 零到一，零到一内可到 ，f(x) 在零到一上是连续的，零到一里面是可到的，听得懂我的意思没有？另外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 ，f 零等于零 ，f 一等于一。现在我要证明你两问，第一问要你证明存在 C 属于0到 1K 区间，使得 FC 等于二分之一。第二个要你证明存在其他 A 套属于0到1的内部，使得 FEP 其他分之一加上 FEP A 套分之一等于二。综合定理这个地方能特技取巧吗？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些技巧全部掌握。下面我就来告诉大家，我说的话你要给我记住，要立马掌握。大家告诉我第一问当中有没有导数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那就表明是不是不用可导性？那不用可导性，只用什么性？只用连续性。大家再告诉我这个 C 是什么区间？开区间。果断来告诉我什么定理？你们还不会啊？首先是不是中值定理不用？因为你不用可导性，你没有导数啊。但是没有导数是不是可导不用？那只用连续。但是连续的话，哎，你们还是接着定理啊。你告诉我 C 是什么区间？ C 是开区间啊。大家说，如果是 B 区间怎么？接着定理 ，K 区间什么定理？你那你懂了规矩没有？他懂规矩啊，题目好做了，就是你不懂这一套，那个题目肯定不好做。所以你想这种题目，我拿的时候我就问你有没有导数啊？没有，那就用连续性呗。紧接着我再问你 C 什么区间 ？K 区间，那用什么定理？你点定理。如果 B 区间呢？有没有发现？这都是规矩啊。好，另。hx 是 fx 减二分之一，懂了没有？懂了吧？我现在就令 hx 减二分之一，大家告诉我 h0 是谁？负二分之一。有没有发现 h1 是谁啊？二分之一。有没有发现一个正一个负啊？因为 H0 乘以 H1 怎么了？小于零。所以告诉我有没有零点？什么区间？ K 区间。所以一定会存在一个 C 啊，是位于零到一的内部，使得 HC 等于零。大家说 HC 等于零，直接就会导致 FC 怎么等于二分之一吧，明白？明白没有？所以这样弄弄，大家水平马上就提高了。别急，看第二个结论。你们拿到这个结论，一定会感到茫然无须啊！老师，这个题目要不要构造复数函数？你以为中值定理都要构造复数函数吗？像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构造复数函数。你们看结论，结论是不是就是我说的双中值啊？两个嘛。双中值，他要是再问你一句，两个中值再告诉我一下，是不是只有 FEP 其他 FEP 了？要不要构造复数函数？不要，不要构造。大家告诉我，双中值只有 FEP 其他 FEP 了。他要是教你怎么办？拿到时候立马干嘛？找几个点？找三个点，三个点找到了以后再干嘛？两次什么？两次哪个男人啊？他听懂了没有？现在我就问你，找到了吗？三个点找到了没有？三个点找到了，哪三个点？零一还有谁？是不是三个点现成的？
所以接下来你就是两次那个两日了。存折缺了是属于领导 C， A 的是属于 C 的 E， 使得 F 一笔缺了等于 FC 减 F0 除以 C 减0，说一下子呢等于多少，结论说啊 F0 是0， FC 等于二分之一是吧，结果告诉我应该是二 C 分之一，认可吗？别急，下面再来看 FEPA 是 F1减 FC 除以一减 C， 懂吗？大家说分子还是多少，分子还是二分之一吧，所以结果就一，大家说是不是分母是两倍的什么一减 C， 明白？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告诉我一下是不是到分母上去，应该是一除以什么 FEP7 了，等于多少？哎，我要向杰伦靠哎！有人说老师你怎么想到的？我怎么想不到了？是不是两个导数在分母啊？是不是我肯定要向杰伦靠哎？说吧，等于多少？ RC 吧。大家再告诉我一除以 FEPA 的，说吧，两倍的什么？一减 C。大家然后把这两个式子干什么？像什么？相加就行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好，现在我再讲一道，这一道实际上是一道真题，你就会发现一模一样的题啊。大家看 FX 第二道题， FX 是属于 C 零到一，零到一内可到F0 是0 F1 等于1，现在下面两个，第一个请你证明存在 C 属于0到1，使得 FC 等于1减 C， 第二个呢就是请你证明存在缺套 A 套属于零到一，使得 FEP 切套乘以 FEPA 套，切套乘以 FEPA 套等于几呢？一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一道地地道道的真题。所以为什么这样讲？大家这个中等定理，如果这样学的话，你水平在迅速的提高。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问告诉我有没有导数？没有。大家告诉我，那就应该是不是用连续了？大家再看 C 什么区间，什么定理，懂了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是 HX， 是 FX 减一加什么 X 加 X 吧？是不是把 C 改成 X 啊？回答我 ，H0 是什么？H0 是负一，小于零。大家再告诉我 H1， 加一怎么的？大于零。回答我，一正一负有什么定理？有什么零点？什么区间 ？K 区间，使得 HC 等于零。大家说 HC 等于零，直接就可以得到 FC 等于什么？啊？是不是 FC 等于一减 C？ 懂了没有？懂了吗？懂了以后别急。下面第二个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第二个题，你们又说了，老师啊，这东西怎么构造复制函数？谁跟你说的？你们告诉我结论当中只有谁告诉我？结论当中是不是只有 FEP 切了 FEP 了，其余全常数？我也没有说过这种题目遇到这种款立马干什么？找几点
找三点指是哪个两日？听懂了没有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三点找到了没有？哎，存在七套属于领导谁？ A 套属于 C 到 E， 是得 FEP 七套，是 FC 减去 F0 除以 C 减0。所以你们总是问老师，那个结论从哪来的？我告诉你，自然而然来的。你先把这两个算出来，你立马就发现了。哦，不要着急哦。大家说分子是什么？一减 C 哦，分子谁啊 ？C， 好，听懂啊？大家再帮我看看 FEP 了，是 F1 减 FC 除以什么？大家 F1 是一吧 ？FC 是不是一减 C 啊？回答我，一减去一减 C， 所以。C 除以什么？自己说吧，这两个乘起来自己，懂了吗？所以这一个款式，我认为你肯定懂了。懂了之后，下面我们就是第二个款，开始图，是切它 A 它复杂度不同。大家听好了，就是要我们证明的结论是双中值，但是关于这两个中值是不是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，一个简单一个复杂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一种主流的考试题型，这是一种简单的考试题型，简单的要命，要多简单有多简单。可惜你们大家如果不掌握了肯定复杂。汤老师告诉你方法，刚才大家记不记得只有 FEP 切了 FEP 的，我们的说法是找三点指是哪个两日？两次，现在不是，所以你不要忘啊。所以我讲的要看门道，要看门道，别急。这种题目怎么做呢？好做啊，第一步留复杂，这不你说的吗？是不是一个简单一个复杂呢？第一步干嘛？把那个复杂的中值留下来。有人说老师简单的怎么，简单的不管，那简单的怎么出来？自然而然出来，留复杂。那么大家有人说老师我把复杂的留下来怎么了？你继续听。第二步，当我把复杂的留下来以后，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某一个东西的导数。汤老师告诉你，如果是这样，果断的使用哪个男人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把这个复杂的留下来以后，它不是某一个东西的导数，它是两个导数相除。你猜用什么？可惜。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主流的考试题型，但是也是一种简单的考试题型，掌握了就行了。好了，下面我就来讲例题了。请大家看第一道例题，FX 属于 CAB， AB 内可导，另外我还要告诉你 A 号大于零，请你证明存在切套 A 套属于 AB 的内部，使得 FEP 切套等于 A 加 B 乘以 FEP A 套比上二一的。你们大家必须承认这个里面是什么中值？双中值。大家承不承认是双中值？懂了没有？双中值，大家再告诉我是不是刚刚讲的情况？不是，应该说是不是一个简单一个复杂，是不是左边这个简单右边这个复杂，
唐老师就来看分析，叫留什么？留复杂，大家说把谁留下？把后面这个留下。一旦是老师切了怎么办？不管 AB 怎么办？不管，是不是？我没这个精力管你们，我就管这个复杂的了，听到没有？请看 FEP8 除以 R8， 大家有没有听唐老师说过，这个复杂的留下来只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某个弯叶的导数，第二种情况是两个导数相除。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某一个弯叶的导数？不是，我看不出来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是两个导数相除？大家告诉我分子是哪个函数的导数？ fx。 你再告诉我分母是哪个的导数？ x， 明白？大家果断地告诉我用谁？科西。是不是用科西啊？请看我的证明开始了。你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学了好多招数啊？慢慢消化，慢慢消化。令 x 是 x 方，科西嘛需要两个函数啊，还有一个函数 x 平方。大家再告诉我一下 ，gpx 等于 rx， 我告诉你真的不等于零。还不相信？老师 ，x 等于零怎么办 ？x 只要取了零吗？看看 a 都大于零了，是不是整个曲线都大于零？所以这个是取不到零的。那么有可惜，一定存在什么 eta 属于 ab 的内部。哎，大家听好了，是 eta， 是不是从复杂的那一侧入手啊？结果是 fb 减去 fa 除以什么 gb 减 j。是 FEP8 除以什么 GP8， 就这么简单。下面呢，有人说老师下面怎么办？你慢慢来嘛，你不着急啊，你先把这个带进去嘛。有没有发现是 FB 减 FA， 分母应该是 B 平方怎么减什么 A 平方，是吧？你先带进去你就知道下一步怎么出手了。大家说右边应该是 FEPA 的除以什么 IA 的，懂不懂？谢谢汤老师问你一下，等式的哪一侧永远不能动了？大家告诉我等式的哪一侧是不能动了？右边不能动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复杂的已经出来了，下面你思考吧，你就慢慢向那个结论抠啊。有好多年轻人说老师我不会做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复杂的出来了？是不是这地方还有个 A 加 B， 下面两面乘以 A 加 B 就行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右边是等于 A 加 B， 还有 FEPA 了除以什么 IA 了？你们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左边变成什么了？ FB 减什么FA 除以什么 B 减 A。 我刚刚说过了，那个简单的中值是自然出来。大家告诉我左边你想到什么定理了？左边想到哪个两日啊？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会存在切它属于 AB 的内部，使得 FAP 切它是 FB减 FA 除以什么 BJA， 懂不懂？下面我们是不是把它带进去，结论就有了嘛？懂了没有？他懂了、懂了以后呢，下面我们再继续，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个题，例题啊。FX 属于 CAB AB 内可导，另外呢 A 号大于0，
请你证明存在其他 A 塔位于 AB 的内部，使得 AB FAP 其他等于 A 塔平方 FAP 塔。在你们看来是不是又是一道题，在我看来还是那道题，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人看问题不同，懂了吧？大家帮我瞧一瞧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含有双中子？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个中子比较复杂？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办？留复杂了，是不是把这个留下来？大家看看汤老师的分析，是 A 塔平方 FAP 塔。有没有发现汤老师说过这个复杂的中子只有两种情况，有且只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不是某一个东西的导数？它不是，它真不是。 A 塔平方 FAP 塔是不是我看不出来，它是谁的导数我是看不出来的，不要急。第二个是不是两个导数相除外？有人说没有分母，没有分母你不可以制造吗？化成什么样子告诉我？哎呦 ，FAP 吧 ，A 塔除以什么 ？A 塔平方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大家现在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是不是两个导数相除啊？回答我一下，分子是哪个函数 ？f(x)。大家再告诉我，分母是哪个函数？负的什么啊 ？A 塔平方分之一，你们这些孩子啊都不知道谁求导数的，还根号 x 嘞？啊？应该也不是 x 分之一。有没有发现基本功跟我还是有差距的？是不是啊？是负的 x 分之一，是不是负的 x 分之一导数就是 a？x 平方之一吧，用什么？用哪个来？还是可惜？用可惜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证明 min gx 是负的什么 x 分之一？有没有发现 gpx 是 x 平方分之一，怎么不等于零？懂不懂？这个时候存在 A 塔位于 AB 的内部，使得 FB 减 FA 除以 GB 减去 GA。是 FAP 塔除以什么 GP 塔，可惜吗？下面大家带，大家说分子是 FB 减 FA， 大家别忘了 GX 是谁， GX 是不是负的 X 分之一？那大家说 GB 就是负的什么 B 分之一，后面应该是加什么 A 分之一，应该等于 FAP 塔，分母应该是 A 塔平方分之几？一。大家告诉我，下面等式哪一侧不能动了？这右侧是不是你绝对不能动了？但是我可以这样 ，A 塔平方什么 ？FAP 塔，懂不懂？啊，这个行不行？这个还是可以懂的吧？你告诉我左边干什么？通分，通分啊，分母有什么出来 ？AB 嘛。大家说这是 FB 减去 FA。你说了，分母还有谁？哎呀，还 A 减 B 嘞 ，A 分之一减去 B 分之一通分哎 ，B 减 A 啊，是不是变成这样了？下面最后一步你做吧，大家说这一个用一下什么？是不是这个东西用一下拉个两日就成功了？看懂没有？
这个真懂了，是不是真懂了？哎，这个方法真懂了。